我是卢广仲，我们今天在拍摄的是八九月份的《爱网客》的杂志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那个北海岸。对，通常来到海边有蛮大的几率可以看到海浪，那我今天也会下水，那很意外的，我的脚居然就是湿透了。那我想夏天如果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可以来海边 chill 一下是蛮好的。我就在海边等你哦。卡弹的耶，我就用卡弹表演是这样一样。祝大家都可以在夏天面找到，我讲什么很自在的一个 tempo， yeah， 跨一样，再见。